开场上来，这个大堂大概率是个三刀了吧？这个大堂四刀感觉可能性不大啊。对，就珍宝阁这边。哦，已经倒了进来。说实话，四宝一这一套阵容来说的话，打对面真不好打。即便我们看到虽然有个小克啊，都是奔着五宝零来的。是，但你这上来就倒了，主要第一把横扫还没出，不知道他野兽加没加。王良也补上了，王良已经补上。那对于这种服务器而言，我盲猜关旦方这套阵容进来至少三条蛇。这样子吗？我觉得关旦方这套阵容啊，盲猜至少三条蛇。没有吧，他那个队长得变慢猪，女儿村得变慢猪，至少两慢猪了，最多两蛇。那应该就两蛇。嗯，其实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阵容来说四条蛇，我就觉得不过分。那云头不能变蛇呀，怕没有自己的。云头变蛇太慢了，主要是物理确实是，如果是个法系啊，不也没有四宝法系的说法。嗯，是啊，那就云头一个慢猪卡，其他三张蛇卡。女儿也蛇吗？女儿应该慢猪吧，应该是慢猪。不是，我是说 我只是觉得他这个两蛇对，确实两慢猪两蛇嘛。但是他地府没有变，没有变慢猪。哇，地府是蛇卡，云头蛇卡，加敏捷啦，皇家敏捷，反正我抗性高，那个阵法位置对吧，我见过有豪门指挥那个位置是全敏家的啊，真的这么帅，这么帅，就这么帅。化身是那个，那他当时那个点是，嗯，那个时候就咒谱刚出来，他为了比咒谱快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那时候的话也没这么极致的追求法防，对，感觉属性也能，还没地停，那个还没地停、属性还能撑得上去，对，没地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你敢全敏加，那是太不行了。嗯，那大唐吸起来，第五回合啊，现在敢全敏加的只有叶罗萨吧。只有叶罗萨了 ，OK。要么就是那些三宫地府啊。对对，还是想打对面的状态。嗯，就电魂闪嘛，去一去。这边地府也是光辉，先补一补，不着急。开鬼眼，增加一下自己抗武装的封印，或者女儿的单封。哎，哇，这都可以啊。那只能踩塔了。他是不是有塔？有塔，哎，那只能摇铃铛了。我很少很少很少看到这个东西冻住人，是吧？真的成功过？确实是有可能成功的。我见过两次，但几率很低。加上这次干过两次。但五号能拉起来吗？你觉得可能是四号拉的？哎，对，拉了，还好。他有可能两个一起拉都有可能。五号速度最慢应该就是五号，也有可能两个都慢，对，稳一点，因为你五号那个什么慢的话，他对面也知道。哎，是，淘汰赛选手的状态和这个，我觉得小组赛是会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出现。嗯，那观战方这边大堂一会儿看一下他的第一把横扫吧，可能是第一回合加野兽，第二回合就被点倒了。是的，对面神木林没宠。主要前期确实主动进攻权都在，就是说国标阵容那边，水清绝水一下，防止挂，防挂，无魂也丢一下。金刚，我觉得来了，讲道理，即便水清的也来了。光辉来了吗？地府，毕竟化身人性不高啊。对，6900有爆，这肯定是爆的，还是来了。花护互助啊，灵光应该是触发了。电魂闪看一下。就闪防御圈是吧？嗯，没去掉。哇，还是挺狠的，对面舍得给横扫来点。再起盾，好像能扛住，绝对能扛住。嗯，善恶怎么说？500。对 啊，对啊，小克嘛，克阵也会影响宝宝输出嘛，是会影响，影响到500。肯定是他本身加点的问题了，加点的问题了，或者这个不是力破，也有可能啊。对，确实现在善恶的话，有些也是真锋啊。对，不是力破也有可能。那你说那种生死诀不打腾挪镜，然后力破弄个2300、2400，那呼过来就2000了啊。对，呼过来加爆一下。那反正化身四的宠被清，这会儿的话也拉不了。其实现在来说的话，这个对面来说的话，打点杀也就是打一个这个压制。嗯，真正要后面来说的话，得看到十回合以后，对面的拉地厅观战方这边就很难受了。是，那观战这边直接被对面女儿村一手封印，但是抗风啊，反套女儿也没中。
两边风系泉水，对，一个大金继续扛上，能不能扫出去啊？应该是可以扫出去了啊。化身哦，化身拉宠，化身拉宠，他那个大金血量算得很好，对，够够够够，三刀，看一下身上有没有连破哦，那一定是有剑了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第一下嘛，第一下嘛，是第一下吗？那哦，身上三把剑都刚出来，是，对吧？第一下，雨灵珠珍宝阁利好消息，因为对面暂时没有需要化身带了，嗯，对面也带了，两边都带了。对，雨灵珠这个在化身身上来说的话，属于可带可不带吧？嗯，因为这个人心的这个计算公式来说的话，三四成人性以上，这个都差不太多是吧？都非常、对。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缠珠啊，或者说金青啊，嗯，这些群回的时候。稍微能多回一点血，可能出于这个考虑吧。女儿村出青石，带花，封大堂，命中。观战方这边也是反封一手，对面大堂啊，在防点杀，但是并没有命中。双封双输出，双封泉水，这对面花护了吗？没有啊，对面青石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开玩笑。林志女儿村想拿这个速度，因为两边都有地府，都有爪，是都有爪的空间。地府开始摇铃铛，停业再找半天来，这是第二把了。第二把，刚刚也是这个位置啊。嗯，这局我看过。再请宝宝，请掉，请掉就赚了呀。是，这四号宠、哦、也掉，一回合两宠。是啊。真的，观战方这边这个武装官，要不把生命之泉点了吧？两封不中了已经。哎，不是吧？这地府扔的那个铃铛是，还好没跑。本来掉三个，这下回合遭点，主要是最重要的三号宝宝、啊、这个时候、连步控对面地府不让挂小死，我没中，又没中，来了吗？他来谁啊？没地方让他来啊？确实没地方点，停半天吧，没地方点，没地方点。观战方武装官要先点红灯，黄泉之息再抓，找平 A 找半天，武装宝宝吗？是武装宝宝吗？哦，女儿宝宝没来，点哎，这个我说实话，有一点那啥，后面宝宝跟吧，看一下。对啊，这种时候也不、那还行，那还行，那还行，那还行、正常应该是跟秒的，对不对？表示肯定是正常是要跟秒的。好多跟了一号宠。对。这边女儿出不出？这两边应该都要拉马吧？对面敢不敢月下观战女儿点观战女儿？没必要这么冲吧？我感觉月下观战女儿，观战女儿死了呀。月下也起不了盾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嗯，是啊，我说没必要打那么冲吧。有必要吗？我觉得两边正常拉马就行了呀。嗯，就稳一点就正常拉马。对。但我觉得换成曲阜来就月下点过来了。你看看，青石也来了。青石来了有可能。青石来了有可能要点。选择一把孝礼，孝礼的武装怪，武装怪躺很久了。观战方这边这肯定就马了，嗯，出宠，下一回合医术不好说、哎、你这回合小爽不挂亏大哦，这必须挂呀、哎、蛇护体不是、啊、观战方这边地府多少敏捷蛇卡，嗯，没有，所以我在说呀，就敏捷狂加了，对，真的出现了全敏说法吗？但大唐还是扫得进来的，善恶是糊不动，青石扛不住的，对，主要那个大唐名气太大了，讲道理那个伤害装备太大太那个什么了、对吧，太豪华了，太豪华。那这样的话大唐继续被压，对面女儿观战方这边要 8+8+A 了，观战方这边宝宝全被 8+A， 因为对方女儿很可能出地听，哎，是可能性很大，乱撞了，观战方这边的宝宝全部乱撞。但观战女儿村是医术啊，他拉了神马、啊、对吧，给他月下了啊，给他月下了，然后把对面大唐宝宝清了，对吧？嗯，哎，缺地府，缺地府干嘛？不让爪，对吧？那就不让爪，不让观战再爪一手嘛。对面女儿村即使拉神马，马，对面肯定是马。有没有可能是个力劈啊？杀人的，嗯，神马杀人力劈、啊，黑童子，流云在补，医术稳在了，嗯。再请一个宝宝，拉神宝宝，
神了，神了，这个神就很关键了。嗯，如果不 我以前说过，就不严的情况下，你这种亲宝宝他宝宝神了的话，你这把点杀就白给，基本上等于白给，基本上白给，不能说完全白给，基本上白给你，毕竟来说还有个亲愤怒跟亲这个金风的作用嘛。对面五号虫，观战方这边要不要防一下呀？万一对面人开地府，把观战女儿一点，好像你也不是很有办法呀。虽然说他现在女儿存二速，我们看到的焦点之战，其他来说的话都是有两个大克啊，绍兴剑湖大克生日，生日快乐啊！三个大克，好像夫子庙，好像夫子庙大克了，钓鱼岛。怒雷去一下，想哦，速度圈去掉了，最重要的去掉了。二速对战方要很长一段时间啊。但说实话，打这个阵容，如果说女儿去拿二速，很危险啊。也，他能压得住大唐就还好，其实。不，现在观战方大唐就一成结义啊。对啊，所以说能压得住大唐就还好嘛。嗯。是吧？昨天也有 PK， 不是打到最后。啊。今天一没叠起来是吧？是啊。嗯，不过他不就你们打的吗？是，但是他防守非常好。嗯，夫子庙真的昨天防守防得非常好，中期。嗯，可能也有欺诈一部分的原因吧。但是真的那个时候夫子庙做防守真的。那肯定得防得好，他才能扛到最后嘛，对吧？不然中期那波就顶不住了。我都以为真的要换比赛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。嗯。结果打到最后了。打到最后了，等判欺诈判赢了。对面大唐吃着封印，两边目前在速度上的竞争的话，珍宝阁这边稍微有一点点优势，毕竟流云凝滞都丢过了，然后这个地府的黄泉之息也稍微多抓了两手。是的。青石再来，那还是必定一速控对面女儿村。保自己这边起来之后化生死的活血吧，不然万一对面碎玉过来了什么的不好讲。他是怕对面出青石，所以说也就把青石按下去了。正常来说这个青石是没必要按的。黄泉再抓只拿这个一速，对面流云凝滞要扔吗？还是说前面前四回合扔过了已经啊？明光触发，嗯，一万，正常的七千嘛。哦，有这把金青再扫防御再扫没神，但是自己这边女儿村其实有一速的情况下，他是就是他是怕对面女儿出青石。嗯，我的意思是在自己女儿村有一速的情况下，是不是不碰对面女儿宝宝？观战方这边升两次了，哦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嗯，他只实打一个点嘛，先把对面的哪个点打掉。现在神木跟女儿村两只嘛，点谁都可以了。地听来，难道说这把要过去啊？对战方花生有金吗？没有金啊。这个地听什么意思啊？他觉得观战大堂扫嘛，对吧？抓横扫回合嘛。但是观战方扫应该扫观战对战方的二号。二号了。应该是扫对战方的二号。嗯。但如果说扫掉的话，后面宝宝可能说会滑到。对。有这个可能性啊，只能说。不是说一定。二号果然扫二号，摁防御了。嗯、他也知道你要扫我二号。是连破。啊，还来。三连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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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他第一把是必给的，就后面两把全输了。啊、对。三连破，哇，运气真好，运气真好，哇！而且他二号宝宝也一直在神，你知道吗？是是，对对，就倒地的时候宝宝在神。对，他二号宝宝已经神两次了，观战方。那对面那个地听应该不太敢动了吧？我觉得不会是快的，应该就是观战方这边。讲道理，观战方这边给一尺到头了，嗯，给一尺，罗汉什么的都不用起。地听来看一下他的发挥吧，但感觉好像出手了，还是说对面大堂扫过来把观战大堂空切了呀？青石我觉得有可能，啊、嗯，或者说出手了，我觉得出手了，地听肯定是出手了，我觉得出手了，嗯，就是说是怎么让他出手的呢？观战方快地听的可能性应该不大。如果说他为了要压大堂，那也完全不需要。地停，他俩输出出手就够了。对。
借着这个化身寺可能有愤怒的回合，走一波点杀，岁玉强控地府不让点杀，但化身寺速度是快过地府的，不用女儿，不用化身寺，女儿村金青。观战方如果这回合大唐倒了，可能后续的地厅就铺天盖地的来了。嗯，是，对面女儿村也是没打金刚，等一下，对面大唐要给敌吧？挂挂中了，大唐扫了。那为什么不打金刚，要补流云呢？觉得伤害够吧？可能。啊？嗯。哎，打掉了观战方这边的防御圈。他下一回合想睁眼。啊，对啊。啊，对啊。所以说他得流云啊，不然下回合他哪来的速度？主要我怕看伤害够不够吧，没两个都没侵蚀。够了。这个没给尺是吧？没给尺。武装是套的，然后没套中，是没防御圈，没防御圈，防御圈被去掉的，是啊，这么多轮子吗？太少两千，真是自信啊！金刚不打，够了，这跟一把抽怎么都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这样这刀不爆其实都是够的，够了，够了，混元三晚了，盾不够，其实就算速度快，早点立盾也没用，嗯，就看对面这把流云女儿村能不能拿到一寸，他这把是速度，应该是拿不到，没拿不到，哦，不对，观战马掉了呀。观战马就是观战马过了，嗯，对面补了一把流云，可能是够的，速度蓝药也卡了，过去了，刚好过去，因为我刚刚看他速度圈被去掉了，你记得不？哎，对啊，那观战也没速度圈嘛，嗯，那对面也不自信啊，对面女儿干嘛了？圈武装了，哦，破甲，顶真挂小鼠啊。没用啊，对面大唐踩自行车啊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对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少的，黄泉自己在爪了，他没操作空间的，对面可能觉得就万一没速度争过来就浪费了，对，所以说还是打得比较稳一点也没问题。冰川路连吗？没连，对面三恶还有蓝吗？啊，还有。这二号宝宝终于飞了，刚刚上了两次。嗯，那这样的话，对面点他也有效了。哎，对面二号也神。对，一来一回差挺多。对面女儿村直接孩子出来了，这么早，无伤害。这女儿村假无常吧？也是啊，对吧？但是假无常。女儿村假无常。主要是这个之后讲道理没有假无常发挥的空间啊，所以我在想是不伤害。仙人指。观战方这边又不可能点死对面的人。嗯。把三次仙人指路先用了啊，是这样子的吗？然后去掉观战方这边二十四号宝宝掉挺快的，嗯，很受针对。对，我看一下观战方化身三只了，嗯，大唐也三只，就这两个点。对面是十打观战方这边的二十四，观战方这边是十打对面的二五。怎么说？假无常孩子哦，假无常孩子抗性好，他大唐很少解决不了，就为了站住嘛。对，我化身这样可以给活血。一回合就保住了，嗯，看看观战要不要拉两只地听，啊，啊，反压对面大唐嘛，我也有地府，这没必要啊。两个小时的比赛，你这两只地听一拉，你宝宝只剩一半了，那就拉一只，大唐起来拉一只，拉两只，我觉得，但说实话，这个阵容来说的话，对面克得很舒服。只要大唐中小鼠王在地上躺，嗯，自己女儿有全场一束，这个，你看笑罗啦。OK， 他要笑罗，其实下回合也可以，啊，那下回合加笛子嘛。OK， 嗯，哦，快的，快的，不是假无常，女儿村不是假无常，也比较少见啊。鬼眼直接给驱了，鬼眼要与不要都可以。嗯。你看看来啦，要压大唐啦，不压大唐这 PK 感觉就还压不还压还压不压了还压不压了，等等再让我看看再让我看看拉起大唐怎么说。因为三刀大唐没有风林火山，这个倒无所谓啊。三刀大唐没有风林火山，哦，不对对不对，没有扶正，没有扶正，说错了，没有扶正，没有扶正，三刀大唐没有扶正。哦，这地厅没了，而且对面还风林火山。对，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那个什么的。嗯，主要是对面大唐快过了观战方这边化身四的速度。嗯，一般来说的话，四刀大唐会比三刀大唐的，在同速度位的加成下，
风系要速度要快一点点，因为有扶正百分之这个上这个百分比的一个加成嘛。嗯，对面还有速度圈，再加上风灵火山，快过观战房这边化身，好像再点这个活血都活不了。他要不这样，女儿村再水一把，再水一把大唐。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我点你女儿了？有罗怎么点？我有青石。有罗，我还是觉得有罗。那这么，但说实话，这把孙玉没意义啊。水清的概率很高，我脚下有塔。嗯，水大唐了，水大唐了。水清的概率真的很高，所以这一把我觉得没意义。难道对面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，不会吗？真不会，真不会。OK， 会不了一点。会不了一点，主要这把水系太明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要点就是给三个拳拉上金刚，他不会丢这个破甲的。主要这把太明了，这把水清。空切加七杀吧，加个七杀，哎，赚个七杀也行，只能这么想了。要吃回来啊，对面。化身活歪了，没办法啊。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，能看到速度的一个变化。毕竟是第一把风，对吧？看怎么滑了，能不能再滑到要冰住一个宝宝，没什么用，这个，确实没啥用，还是个雪宝宝。给女儿村卡回来，但怎么拉呢？确实，对面这个国标阵容压珍宝阁这边的这个建议啊，压的是非常好的，即使珍宝阁这边连破已经这样再出了。都没效果。哦，这宝宝够配，上一把法防也起得很早啊。魔镜直接加给二号了，他就不怕观战方这边扫过去二或者五吗？他二或者五不按下防吗？我感觉五号知道你是魔镜了，你得按下防御。大唐没有按这自行车，他肯定扫二号呀，因为五号来说太容易按防了。嗯。那你魔镜也不该加给二呀，你魔镜其他三个挑一只加吗？那不是有负面状态吗？哎，为什么要齐心三叠这个宝宝？觉得三个跟上够吧？嗯，可能这样想，只能这么想了。嗯，观战方这边的女儿还是全场二叔，对面因为回蓝一直没断过。嗯嗯，然后还有一把速度圈的加成。是，观战化身忙啊，忙啊，没时间，那一直要补活血啊。本来他那个地厅拉出来没被对面划掉的话，兴许有机会缓两口，但现在再被对面压倒一次之后，就近两个回合化身是没得选。他也想帮女儿村拉速度圈，但大唐说活我。热血乾坤终于是套中了对面的女儿村，观战方这边伤药也是顶上，化身是感觉不想给这把活血了，对面魔镜继续加。区对面女儿村速度圈没有区掉了啊，对面继续在抓，观战方这边地府是被对面单圈圈中的，化身似有一把金青，区法防没区掉，难道法系又跟过来了？破血没神，伤害真的好高啊！这风阵队长啊，他这个身上是五件蓝子吧？嗯，你看观战方这边能不能？哦，没，五号出过手了。抓了一个观战方这边大唐能活动的时候出的地厅，应该不就快地厅继续压呗，只能这么想。嗯，只能这么想。他也准备这个地厅飞了之后，我把孩子一拉，你来吧，该先立了，是该先立了，是吧？反正谁宝宝飞的多，我就先立魔镜拉出来呗。观战方这边化身跟大唐的宝宝要看着点出，大哥哥这。28分钟，你宝宝掉两个宝宝，两个点宝宝掉一半了。嗯，鬼魂宠吧。这把观战大唐不太敢动的，要不女儿村再水？不过女儿村封对面地府好像也行。封地府就看对面化身的操作了。鹈鹕地府啊，也不是不行，好像。这种就那你要解决根本的问题，你封大唐也好，封神木林也好，都不解决问题啊。万一他们两个任意一个点出个青石。确实，主要是也怕地厅直接就给你秒死了。对，观战方这边两个封，两封来说控地府的概率很大。他除非这么封，他这样套化身嘛？对，套化身嘛。女儿套，女儿封地府，武装套化身。对，选择罗、啊、不用了。
那就看死不打八尺，打八尺，我觉得不太好死。那就观战化身宝，观战化身宝呀，对面挂过来化身宝就行了呀。地府了，只能点地府，只能点大堂，对面又没别人。谁有大堂吗？你想说？不是，就水清把小死亡解了不就完了？哦，太快了，一叠一尺一罗汉、哎、是没威力的，没什么威力啊？怎么了？单法呀，这很正常呀。还是伤害有点高啊，这也高了，那这有要不再降点有罗嘛，毕竟啊，咱两个卖菜一样，四个单法了已经。小死亡挂看化身四鹈鹕，他一般女儿这么操作来说的话，这是最最最最安全的一个方式。哎，是有罗盖罗，对。虽然说观战方这边有可能要被对方吃个七杀，贴一贴。风天气主要是最后一下，好像是七杀了，是七杀，没七杀，没七杀。哦呦，还是七杀了，这都七杀了，太痛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截到了一号残血，一丝一丝，划一下就没。有没有单位跟划了？哎呦，吸一口，那好像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的？没有。没有。主要是给你秀一波反应。再套死扣你对单方医术，但这把确实珍宝阁这边武装官的命中率不是特别高、啊、要不要摇观单方这边的三号，对面好像没点可以摇了，没点可以摇了，只有化身能摇。嗯，不会又拉一只地听吧，什么拉不出来吧，拉配速宠了，观单方这边化身拉配速宠了，地听来啊，引攻吗？我觉得可能是，哎，不对，不是啊、哦，守得住吗？不是守得住吗？我感觉守不守住的都还好了，地听别滑到对面，对珍宝阁砸个钱就可以了呀，砸钱观战方这边的大堂，雪天气直接金那个什么落雨金钱，大堂有175护盾吧？我觉得这个血不够300，不够300、啊，他吃了个200多，又吃了个善恶，嗯，一共1200的血，是差不太多。嗯，好像砸钱能死，我觉得砸钱能死，但你得先应付地听吧，你不能为了个大堂而且没小死亡的，而且这回合我们重点是不是搞错了，对吧、地听摆脸上呢，是的，对面大堂主要观战这边也有地府，而且雪天气也刷了，武装官甚至可以清风望月断血木偶给地听上课，这是看过直播的。上课，上课，这一定是看过直播的。武装官清风望月保小死亡了，这种操作，也给一尺了啊！稳一点，稳一点。女儿孙反正就省点零元，尝试一下。法防先，这还给大堂加魔镜啊，哥！法的呀，为什么不能加？法的呀，不怕。我的意思是啊，这不怕啊，法的呀，怕什么？观战方这边又扫不出去啊。又不会扫大堂，或者说对不对、有什么不能加的，必加呀，但他是真敢呀，无所谓的，观战方大堂几成建议、啊、挂上，哎，活一下扫出去啦，对面先过来，关键先活呀，扫不出去，这个血量，这个血量绝对扫不出去，对面一个大哇，绝对扫不出去，魔他不他加魔镜就是为了增加压观战方这边大堂的能力吗？小爽被挂中了，没辙，空切了，又叠了一层半天啊！又叠了七杀，不是他这么自信啊？他速度快啊，大堂有速度就这么压呀。关键他就不怕地听给他秒死了？跟那个加魔镜有什么关系啊？那魔镜增加受伤的嘛。我觉得法地听还好、嗯，还好是吧？嗯。而且他也应对了，给了一个尺子嘛。嗯。笑。再加魔镜给一号三恶，要不要一首诗呢？罗汉接起来还好，两边的地府的目的很明确，点着医术就直接开抓就行了。刚观战方这边大堂的血量有点高，目测应该在12000-13000左右，刚刚6000血加一个那个九转，应该是13000-14000左右，这个大堂
好，这一把来说，棺材方这边怎么来防这把点杀？因为棺材方这边这一把点杀，哎，我想一下，很少少死，下回合一回合，哎，真可以，这把我觉得还可以再点风吹三雾，点死以后盐。盐的话，对面地府三点零元盐了以后换地厅，好像，棺材方这边就很难受了，因为大家对面就有多零元来支持地厅的一个发挥了。是，而且大唐还有把三剑呢。对。现在国标阵容，你风阵开进来是一定带诅咒的，就俩诅咒加一个三剑，基本没人能扛。看服务器吧，我觉得这两个服务器应该都是诅咒。哎，都是诅咒，都有。哦，青石蓝，那能控一下对面女儿村？地府吧，别控女儿了。哦，控法系也可以。我是想着控女儿村能点，控女儿村。大唐那武装套嘛，武装套大唐。不是，我不是怕速度问题，我是怕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三，你又没有这个十一次伤害不够是吧？那肯定不够啊，那不是不够，那又没金风，天气也不对。天气也不对 ，OK。对啊，你说有雨天气或者风天气，对吧？不可能点人的棺材方这个时候。那就继续抓速度。继续抓速度。但对面大唐伤害对面这个时候肯定是要点的，因为这边点我刚算了一下，这回合死，下回合大唐踩自行车，然后拉地厅，第三回合这边罗汉结束，刚好，刚好，棺材方这边赶紧叠建议，扫不出来，对面大唐只要压你，你就不好扫。是，他们人还可以。对的，对的，这个盾 OK 的。碰了法系，那这把的话，宝哥防的也比较漂亮。对，这把盾立起来还好。我感觉立 PP 还是没意义啊。我想的是棺材方这边女儿村去控对待方地府，结果他封了防，一个道理，一个道理，反正就防点杀嘛。对对对对，反正都也把，反正都把那个自行车骗出来了。那这一把活血可以扫了，赶紧。赶紧扫一把，能扫一把是一把。夹缝中是有求生存啊，能扫一把是一把。对，而且他这把扫了人家伤害了，五层了。对，然后对面女儿村给你封了。哦，封武装。对，封重，观战这边哦，水清宝了。为了保这把横扫不容易啊，对面已经四个破甲了。破招架。哎呦，没啥用。主要是，看一下化身这把活血，肯定是活大唐、不是棺材方这边，你看他六千三补的这个血，不是很多。真的，我觉得棺材方这边大唐一万三一万四，跟一把力劈能走啊，一号虫。有没有人跟？哦，还是必跟吧，还行还行。啊，这都不走，还得一下，还要一下。我觉得有，肯定是有的。没神。我已经激发飞了，对对对方影响还是有的，你特别是有盾的时候，棺材方这边大唐，我20%的伤害还是比较那个的，可观的。对，观战这边整体血量其实都得回一回。对，目前的话，对战方还没有拿观战方这边女儿村什么的下手啊，但我感觉他破甲也丢过了，而且这个七杀吧都已经叠成这样了。后面真说不好，当然也是先得压倒大唐。对面金刚再拉上，清二号宠吧，把二号宠再摸一下。五龙丹也解开法系，再抓速度。两边反正地府就是互抓。想去魔镜篇，第三把漫天没来，不过还是解决掉了棺材方这边大唐的宠。大唐还有两只，你得拿孩子了，兄弟，你真得拿鬼魂或者孩子了。28回合时间刚刚过了半个小时08分钟，半个小时08分钟啊！对啊，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算时间的。不要在意这细节，差不多一个意思。大唐这宝宝还是说先扫呀？四宝一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现在我们看到推要推队伍，必须要地厅帮忙，对不对？你大唐这边即便点死对面一个，后面一个在你地厅，棺材方这边地厅就不能全力发挥，就全魔都拉不出来。对，你像打什么四宝一，这是普陀武装怪甩一个天地同寿给他，对吧？大概率应该就是就能够这个发挥的很好了。全魔不是特别好拉，
但对面好拉全博呀，对吧？就压死你大唐我就拉呗。对对，压死大唐就开拉了。两青石，这继续扫宠吧，说实话也只能扫宠，确实还是只能二号，没什么好点的。嗯，三刀大唐在没叠起建议之前，确实没有像四刀大唐出青石来。哎，过去了。但他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话，没什么好点，而且不一定能点死。8800滴血，不一定能点死。小死亡没中，他这把点，我跟你说，观战方对战方心里默念大唐死，大唐死，队长希望对对王良要来，对，希望自己大唐赶紧倒，嗯，希望观战方这边大唐能点成功。这小死亡不中就赶紧死是吧？对，破血化身虫，愤怒还给用干了，是，这一波真的千万别死，死了观战方这边巨。哎呦，我感觉应该是倒。哎，等一下，有宝宝跟的呀。一号是力劈，对不对？力劈肯定有壁垒，你善恶可能没壁垒，力劈一定有壁垒。是清霜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不到清。哦，不用了，善恶拍死了。完了，王良来了，王良来了。现在对战方女儿村水自己地府，这把王良要补，对战方一定要水地府，我觉得。这把看女儿没格子，没格子了。没什么格子，没格子什么意思啊？金罗笑词组。哦，我还没想过女儿不带水清的。但说实话，水清的优先级是不是比诅咒智商高啊？我觉得是这样的，看阵，你国标上来了还是得诅咒。金罗笑，嗯，慈航，慈航诅咒，哦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嗯。太明的要补王良，我能不能不拉？哦，拉了。我能不能不拉？我能不能不拉？我能不能不拉？下回合化身人开地府，然后拉啊！干将，你玩真的？对面女儿村有金吗？这么玩？踩塔可能有金了，不好挡。关键女儿盾吧，女儿盾化身四还是老方法保大唐。你就给他把水，反正你比对面地府的慢。关键地府云头位置应该是没有危险的，女儿村可以起盾，武装冠应该也没有危险，可以选择套一下对面的法系。但是毕竟如果说对面有花护的话，你也不是特别好中，而且对面女儿村有自金，要不甩个无魂，好像也比封印命中率会高一些。而且经常这种明的时候他不点也是有可能，选择圈女儿村圈中观战，这边选择效力对面的地府，反正你地府在封印里面，丢盒子没中，一把活血活上来了。对，没敢用日月乾坤呀，觉得你女儿村包封我武装，想法也是对的，虚了个密润，小死亡挂想丢盒子丢中，但这把伤害是铁不够了。主要是这一把对战方大唐这把干将，哦，还行，平 A 没找到半天。啊，巨剑，巨亏。你巨剑是不是应该拉把金刚啊？那他金青，对啊，他金青干嘛？我不知道，啊。防对面反点嘛。啊？嗯。好吧。那没啦。三点零面剑扔了，这个说实话巨亏，亏中之亏。嗯，我觉得观战方这边不要想七点零面剑的说法了，六层剑意。我们这边能看到右边对吧？嗯，六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好亏啊！怕观战方换坤？嗯，人卡大金了。被女儿村这个医术拿着我真不知道对待方怎么输啊。目前来看反正优势很大，主要这三件也没了，三件也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三件没了等于后面七件也没了。对对，七件要好像有两个小时，不好说啊。七就如果能打到两个小时，八十嘛，对啊，八十啊，八十回合，八十八回合也有人打过，对吧？104我都见有人打过，那不在这儿，104在这儿打不到啊，打不到，90就到头了。
我有这么亲宝宝，真宝有点难受啊。宝宝站不住的，化身就两个宠了。对，得赶紧想办法了。确实阵容抓错了啊，没办法。说实话，现在对战方小死亡挂官方这边大唐，我觉得有盾都很难受啊。对战方大唐两层漫天首发宠，我的天哪！再控武装，麦德方这边主动换宠加防御圈。赌那个了，赌对面这把点杀。看孩子，哎，秒到了，太快了。万德方这边地府又掉一只，不过还好地府的宠还多。但我觉得也没办法了，他就是感觉没有往后打的资本了。这 PK 啊，就是。五六十回合到头了吧？感觉阵容被抓错了。五六十回合到头了。对。珍宝阁得想办法冲一冲了，确实。他化身和大唐的宝宝，这样已经活不下去了。主要是观战方这边没有办法给到对面宝宝上的压力。对面无限清观战方这边宠感觉都能赢，适当的还压一压你大唐，压完大唐之后朱棣听。对面那个女儿村一宿观战方这边一时半会还拿不回来，大唐出青石，这有盾有罗的也不好顶吧，或者说找女儿村也行啊。花护怎么说，出花了护住武装官动不了，只能踩塔。女儿来了，还有一万血，哎呦，大的中了，但他是不是更愿意中小的呀？更愿意中大的吧？你想说中小的，我觉得小的能赢，你大的对战方是吧？哦，你看他愿意，这玩意儿还能对面选，对，也是也是。我第一反应是观战方，死了，这救不回来的，反正拉洋户呗，我觉得这大的还能救。但你看啊，小的这 PK 就没了。这大的其实也难受的，大的难受点在哪儿？大的难受的点就在于观战方这边至少拉两只，对不对？否则你场面一旦控制不，再点你一个大唐，这边对面出地厅结束了。那没办法，他至少要拉两只洋户。那武装大唐两只出来呗，这只能这样。大唐还有两个宝宝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不出吗？难道？那怎么办？你不能让我尸体来出吧？我躺地上呢。太难了，地府也不能换，武装几个宠，武装换吧，武装换武装大唐啊，我觉得武装这个点换，主要大唐这个点就俩了，那一只洋户这 PK 打不下去了，一只打不下去，得两只，没换，那应该我估计想先扛一下试一下，我觉得大唐应该是拉洋户必拉了，大唐应该是必拉洋户了，哎，你这个要再中，说实话，他下一回合这样。大唐这回合先把宝宝出了，出完之后下一回合风林火山武装冠换洋户，然后拉起女儿村喝瓶酒，因为下一回合两只洋户出来，下一回合女儿村是直接可以拿宝宝提。主要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想的东西，你刚刚想的那东西都是治标不治本，我这回合就算按你操作，我拿到一束金青出来了，活血出来了，女儿血也满了，然后呢，就是观战方这边把三点剑扔了，现在宝宝又是很大一个劣势，这是最根本的东西。那稳住再说嘛，先稳住，只能这么想。你看啊，三十六回合对面六成剑还是八成剑一？珍宝阁等一下给你拉一只阳户地厅给你看看。这个东西我在曲阜见到过，但曲阜那只是血的啊、哦，对，万一有法的呢？也有可能。但阳户引攻也可以啊，因为对面女儿村可能也要蹦地厅了。选择封聘亭，风林火山可能性大一点吧，个人感觉啊，但确实这也不好判断。一只阳户，然后一号拉，对面鹈鹕不让你弹甲，要点谁？我不知道，点大唐吧。对啊，那为什么大死亡拍武装冠？他只要小的，他不要大的。没毛了，你知道吗？想提壶来着，贴是贴吧？一贴吗？没空切。风林火山出来没？
被封特技了。他不是，要不封特技，要不关联方这边很少，但这个时候应该不可能很少啊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就风林火山。看关联方女儿喝不喝酒，喝酒的话就。不过他女儿村也是医术了，也是医术。对，风林火山稳一点嘛，对吧？我觉得风林火山是最稳的，对，稳一点。嗯。那其实那无魂也丢了嘛，那无魂没中没办法。对单方化身扔关联方这边化身无魂了呀，没操作空间啊，或者也可以对单方化身提前拿金刚。嗯。真的，他那个谛听可以来了。嗯。这把关联方这边女儿村怎么办？好像只能争啊，他这个金青丢不出来的。逆境。借着地下有个封印逆境，为自己俩。对面地府比关联方化身速度快呀、啊，套法系。对面地府速度快呀、啊，应该是有阎罗令吧？地府严了呀，地府严了呀。哎，关联地府逆出来，关联方地府速度快，你知道吧？地府严了。嗯。哇，那这手珍宝阁很漂亮。骗三点零元还划掉谛听，钓鱼岛好像结束了，被大克是吧，输了。嗯，逆境失败了一把，好像是也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。嗯，鱼岛是四宝一，然后抓到了国标，夫子庙的国标啊。这个还惨的是什么？嗯，夫子庙大克鱼岛，地打虎。起了个风，那下回合的话，物理系也能拿一下速度吧？起风应该物理系也能拿一下速度啊，大唐起盾。起完风，观战方这边是一三四五七，但还是又冻上了。一场比赛我能看到两次，对对方三层漫天满了。嗯，还是我刚刚跟你说那个问题，关于观战方这边的资源问题怎么处理？冲嘛，憋是憋不住了，这已经冲呀！你给我说四宝一三刀大唐六点建议七点建议要冲冲谁？那他有武装。所以呢，他的谛听上限比别人高哦。这说实话，讲道理不太能冲得动的。讲道理啊、哦，打资源，那你说憋得住吗？这还憋得住吗？这也憋不住了，憋不住，阵容被拿捏死了，真的是阵容被拿捏死了。你憋着就是慢性死亡，我觉得。对，那你冲就是快速死亡，冲有机会。我觉得冲就是快速死亡。嗯，万一对面大意。对，但确实可能性不大。目前，沂水雪原除了那把就是。被关上房间没逆境出来之外，其他也是打的滴水不漏，只能丢个无魂。笛子一号新台壁垒，好好好，现在都取这种名字是吧，好好好，女儿村倒了，看看不看大唐。哎呦，大唐没那个三层漫天了，主要三千砍，这个大唐本来就强，少一把金刚，少个魔镜，否则我们就能看到四千开了，不然就空了。他昨天我跟花在解说的时候就在说这个问题。嗯，现在你看不到那种什么杀 NDP 叫一的了，现在都叫壁垒绿皮。血雨对 VIP 到了地府，罗汉嘛对吧？哎呦，双杀！不是最惨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愤怒没了。是啊，脚底下踩着塔呢。哎呦，这。这种三刀大唐四宝一打国标啊，特别是打这种跟自己选手指挥水平差不多的和硬件差不多的这种啊，讲道理这个确实是打不了，真打不了。即便我们看到阵法上面有一个小克，来了，罗汉要盖上，知道你对面这个时候要拉谛听，
关南方这边的宝宝应该是 A 加 A 了，但宝宝也不是特别多呀。赶紧把一号清了吧，说实话，这个关南方这个时候地府还有没有时间去抓对南方的女儿？其实我觉得到越到逆风诀就不要想读这些操作，嗯，这读没意义啊，你还不如抓对南方女儿存一把，等关南方这边起来了，多久起来？我看一下，就一点零元嘛，一会儿再延一点。哇，五点零元直接起啊，把书读了，嗯，也差不多了，也是。对吧？对，也是。以前的标准，感觉这大家的标准不都五点？是，四点。四点就来了，标准。嗯、也有口级的，口级的直接三点。三点，嗯。三点的可能凌波城吧。那就寒霜遁戟了。嗯。三点就寒霜遁戟了。嗯。就不会那个了。关站这边。不是很好顶，现在除非再逆一把，但有个地厅你也没办法逆，你肯定是先处理地厅的。大唐还踩着圈，这地厅伤害得硬吃，还好你带着劲爆，我带着罗，双方相安无事，能稳一回合。但是如果说被对面小死亡挂倒一个就不好说，因为大唐的伤害确实扛不住。起盾诅咒2600×4一万多一些血。这关南方这边大唐应该是一万现有血量吗？你说的是啊？对对对，他的上限血量应该我觉得能到14000、13400、一万五都有可能。嗯，小死亡挂中，倒先挂一挂是必然倒了。嗯，就看关南方这边有没有后续补五龙丹的操作。谁补化成补宝宝？他还是快不快？哦，对吧？我没注意他孩子去做没有。理论可以补一个，那讲道理这个挺明的呀，这个对面大唐能动啊，这个不补吗？啊，这没必要啊。他就想快速收，他不想休息。哎呦，就连着来了，那严了呀，那感觉珍宝威了呀，把这三回合的那个拖过去以后，关南邦这边。不好打了，不好打了，他再演就不好打了，因为关战方这边没什么逆境空间了。他封，他这个时候封关战方武装冠干嘛？关战套化身干嘛？那我也在想，关战套化身干嘛？对，不是，主要是封武装冠这把操作我没看清看明白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拉兹地听是不是最好？哦，两个宝宝了，无魂过来，你要两次中无魂啊！关战方这边大唐，而且只能保证大唐起来。说不定我这回合下回合运气心情不太好，直接挂你化身四。嗯，进一个神了，还行，看怎么滑，没滑到，没滑到啊！哎，孩子还掉头，假无常的这个孩子是啊。嗯，哎，不一定，他是最后出手，对，最后出手不一定。现在看一下对战方，就一个地厅吗？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就对面大唐拉，现在他封武装是为了防止你这回合烟雨剑法，有没有可能？啊，这个会不会太离谱和抽象了一点啊？对面大唐出地厅啊，换呀，想啥呢？冲就完事了。对，赶紧换。但是不是得保一下地府的盐啊？不过对面地府和化生寺确实隔得有点多，双盐感觉得稍微保一下吧。女儿村不是那个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关丹方化身成为那个幸运儿？嗯、哦，不会。他如果要点的话，女儿头上有花肯定是封关丹方这边的那个武装怪。他这么操作，那个你是不是应该要先研再考虑一下？再考虑一下，你是不是要先研？他点了化身，是不是就不用研了？点了化身，是不是等于啊？没事。不是讲道理，他女儿如果说真要点，应该是封关南方武装冠，不让武装去控，是是是是是对吧？是，你这太抽象了。嗯，主要他那个大死亡让我犹豫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操作空间，打个毒也好嘛，对吧？打个毒也行嘛。哎，
哎，又是他，力劈怎么老是他？哎、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人来说的话，只给过尺子。是，青宝宝，金石，哎，还行，再生一次，不太行，说实话不太行，嗯，不太行。这俩地听你咋办？我能咋办？我关键方化成立盾呗，老老实实把关键方地府立盾，武装起那个叫九番青莲。他要不要把那个千宿四希拉了？不过有可能工地停，俩个都没有蓝光，你告诉我、这个这没必要啊！关键方化身岛这个比赛结束了，是先立盾吧，真的先别拉宝宝了。嗯，先立盾，先立盾。地府，要不然这样，嗯，地府把盾也立了。哎，这武装说操作也不敢，没操作过，没有太好操作空间，其实。我想的是武装去套一把对他们地府，但对他们女儿孙头上有花，嗯，却打不出这种操作。哇，我反映一个问题出来，关键方武装怪连自己的大唐的黄灯都没时间点，他有没有可能就准备跟着地厅一块点？哦呦，大唐青史啊，关键方化身威，最恐怖的东西来了，关键方化身威，笛子加谁？五号，我觉得是攻的。嗯，理论应该就是攻的了。我觉得是攻的。啊，拍把尺拍对还行吧。这是最那个，他雨露均沾的。嗯，应该是雨露均沾。对面直接说哈一只。三号。嗯，化身怎么说？起盾吗？起盾，起盾，起盾。这个点真不能漏啊！这个点真不能漏，漏出来，比赛就结束了。瞄着来，法的。法的，但我说实话，不好扛。对面大唐三层半天，有盾。所以呢？所以试试吧。他这个是五号是四袭，不需要拉千宿四袭。嗯，但对面五号是个攻的，明太明显了。嗯，来了，挂中了。说实话，这种情况、啊、稳一点的话，给个售货的，是不是好一点？1300，啥？三层漫天青石，那个男人少化成1300，法防2000。但有个工地厅两敌，我觉得不一定，不一两敌，看力劈，看你法西曼，看力劈那一下，他没神佑的啊，这个也没神佑啊，啊，这个有神佑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有啦，怎么没有？163，哦，你说的神佑是这个神佑啊，我们俩可能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，嗯，一个说的是武器，一个说的是零式，那结束了呀，结束了呀，这肯定结束了呀，结束了呀，嗯嗯。这个时候拉法的来收关了呀，不过说实话关键方这个化身的抗性太狠了，那个男人三层漫天，嗯，很少这个数据，说实话还有法系，他法系是读了5.0元的书，嗯，单抽2000多，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个化身的抗性，这曝光过吗？跟以前差不多吧。哇，说实话，这抗性真的令人羡慕。他俩年前就这抗性了。基本我们可以恭喜一水雪山是成功的，在被小克的情况下拿到比赛的胜利。但说实话，还是那个问题，阵容对阵容更那个什么一点点，阵容克制比这个。阵法克制，现在感觉你阵容克了，被对面大克，胜率还是高，卫冕冠军啊、这次是对面成功的挑战，算挑战成功吧？哎，挑战成功是，也是进入8强。对，那也是可以看一下后续其他队伍还有什么正在进行，毕竟我们这场比赛才打了1个小时啊。好，恭喜雨水雪山，这个以后面应该也差不太多。哎，是。